欢迎您回到娱乐漫谈，我是周乐。介绍 James Jin， 他是代表 GMCC 万通贷款，来给观众朋友讲一讲现在在市面上最红的一些事情，很多人都没有告诉你，但是的确存在。首先我们来问候并且欢迎 James。 James 你好。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大家好。James 啊，在八月初 Fannie Mae Freddie Mac 突然宣布要增加 0.5 个 point of the loan amount 的这个费用，来补足他们的 risk premium 啦，还有他们的 cost。 结果这个事情呢，居然经过了两个礼拜以后就被 halted postpone 到12月。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子？这个对 consumer 的影响是什么？对对对，你讲的非常好。其实我想这个 FHA Fannie Mae 加这个 0.5 是蛮 shocking， 一下子他八月份加的时候没有 advance note， 一下就发出来，整个市场蛮 shake up， 利息涨了相当厉害，甚至不止 0.25。 他讲 0.5 个 point， 一般相当 0.125， 他实际上不止哈。那但是我就说，做我们公司其实作为一个 Mortgage Bank Association 一份子 MBA， 还有很多消费者大家一起去 lobby Congress against 这个，所以最后我觉得这个整个 lobby 还是非常有用的。所以说他就决定现在最后呢，他把 postpone 不是没有了，他 postpone 到12月1号，这很清楚啊，不是12月1号的 loan application， 大家要知道这个 loan 一定要 sold to Fannie Mae Freddie Mac 才可以避免这个，就是必须要在11月30号之前 close 卖给 sold to Fannie Mae。 那你的 loan 其实所谓的 lender Fannie Mae 不会直接针对消费者我来放的 loan， 没这种事情的，他总会是通过 direct lender， 像我们公司其中之一 direct lender， 或者也不同的 investor， 我叫 aggregate，他要放的有他才会卖给他，这个卖的时间可以是一个礼拜一个月都可以，两个礼拜哦、OK。 所以就是说到底到什么时候在 GMCC 已经 close the loan 才能够在12月1号卖给 Fannie Mae？ 我觉得你讲的非常好，你讲的，我觉得 early November 最安全是10月1号，不过有的 investor 可能是 early November 还是有机会，这个有很多变数。但是相对来说，如果大家找我们 GMCC 万通贷款做一个 direct lender， 有这么多 investor 哈，那么还有很多 direct sell 到 Fannie Mae， 最好是差不多10月1号之前 close 会比较好。所以说现在差不多是9月中旬了，我是觉得就要开始贷款了，也还是有时间。我们公司还专门推出一个叫 Fast Track Program， 如果你是 W2 的情况蛮简单的，我们可以很快30到45天 refi close 掉，这个叫 streamline 的 Fast Track。 Fast Track就像那个汽车特别通行道的那个意思。Yeah， 对对对，因为特别牵涉到这个FHA 12月1号嘛，那等于差不多11月份要 close， 真的现在抓紧要把表格申请好。很多朋友说哦，建设利息多少，我慢慢看慢慢看，我说没有问题慢慢看没，但是你可以要把 paper 准备好，那你 ready 以后锁了很快就可以 close， 这个非常重要。因为 FHA 这个 0.5 加我想他们也是没办法，因为大家可能知道这个 forbearance 的 hit 蛮厉害的， Fannie Mae 他们基本上损失 $6 billion，所以他也没，他一定把这个钱赚回来，某种意义上 they had to do it。 但上次我觉得八月份做的时候太匆促了，让人措手不及。现在给大家两个月，你再去那个我觉得比较难了。那当时大家去 lobby 我觉得还 make sense， 没有一个 transition buffer area， 而且对经济来说真的有影响。所以说我想也是算听从了 Fannie Mae 之后 postpone。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紧这个机会，赶快找好的贷款公司贷款顾问，比如我们 GMCC 万通贷款做一个 direct lender， 我们有400多位专业专心贷款顾问在南北加为大家服务。当然也可以到我们公司的网站 gmccloan.com， 如果你直接找，你大家看到吧， WeChat 啊 Social Media 有我们 GMCC 贷款顾问，招哪一位都非常好，我们公司的平台非常强。顺便给大家说明一下，我们最近招了差不多近60位的 senior 的 underwriter， senior 的 processor， 整个 back operation 来 support 这个 volume。 60位，这是都是有经验的，还不够啊，这些人还不够，还不够。那我们现在下面3到6个月，其实我是另外一点也跟大家讲一下，我觉得最近找工作非常不容易，大家可能听说很多 high tech 其实 headcount 也 cut 很多啊，business 不容易嘛，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公司还蛮运气的。所以说我们也想征召一些大学刚毕业的 fresh graduate， 从50到100位，下面3到6个月，如果大家有兴趣，您的亲戚朋友啊，你的小朋友啊，你的朋友的小孩，如果大学刚毕业工作1-2年都没关系，但是专业的话我想可能是 prefer计算机啊 ，engineering 啊，然后呢 ，business 做 econ 的，做 marketing 这个都可以。我们公司可以培训你成为非常好的 backend operation，
不管是 processing 啊、underwriting 啊、funding 啊、doctoring 整个 九个 department 都可以。我们 Charles Raymond 讲过这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如果你有志于从事这个 loan origination 的话，我们公司也提供很好的平台来培训你 fresh graduate。只要你 dedicate、committed、self-driven， 要有学习能力很重要。我们在我们公司，像上个礼拜跟他讲到，就是说学习能力在我们公司非常重要。其实你有否经验不是最重要，关键你要有学习能力。如果很快学习能力，其实很快。我觉得大多数人哈都是非常，我觉得在我们公司。贷款顾问都是非常 talented 的，他就是你要用着好的找到一个好的平台，可以帮你可以起飞，这个很重要。所以公司的培训 training support 非常重要。所以说，哎，大家如果有志要做 loan officer， 一定可以找我们公司联系一下。那么这个呢，可以email 到 info@gnccloan.com， 也可以直接短信给我6509961982。对，麻烦你短信到6509961982。如果你有志要加盟我们 GNCC， 如果你要申请我们工作，那就麻烦你 email 到 info@gmccloan.com， 麻烦你 resume 啊。如果你是 fresh graduate， 非常欢迎。我们其实最近招了很多，也是 UC 的啊 ，UC Berkeley 的啊 ，UCLA 啊，还有San Jose State 啊 ，Cal State 都很多。我觉得大学生朝气蓬勃，非常好。我也欢迎加盟我们公司这个 fast growing 的平台。这样我们一起 grow。好的 ，James 啊，那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在自从在 COVID-19 还有新冠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就觉得这个 jumbo loan 呢已经非常少了。那听说现在作为 direct lender GMCC， 你们已经看到 jumbo loan 回来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对对对，你讲的非常，哎呀，你这讲的非常非常及时。我想跟大家讲一下 COVID-19 以后整个 investor 他们都没有什么信心，就整个市场嘛哈。那经过几个月，差不多六个月了，我说哎，我跟他很开玩笑，每天六个月看同样的风景在家里面在我可饭后。但是我想华尔街的市场变化也很多，所以现在开始 Jumbo 就开始回来，我们公司已经会推出很多比较好的 Jumbo。 现在最近15年 Jumbo Program 可以靠近3，所以这个呢，我是觉得慢慢会推出来，就我们所谓的 vanilla， 一定查收入的，在江浦还是查收入的哈。那么就说这个，你跟我们贷款顾问联系一下，那么把你 paper 准备好，我觉得九月底啊、十月份都会有非常好的机会啊，江浦利息会越来越好。我说的真的要提醒大家一点，你大家知道吗 ？FH 0.5起来以后的 agency 的 volume 会相差一些。打过来讲江波会更加 improve， 所以说大家如果江波弄的话，一定把 paper 准备好，这样才有机会找到跟我们 GNCC 万通贷款有400多位专业专精贷款顾问联系，那么他们可以帮你看最好的利息期所。观众朋友、消费者，如果您想有问题想要联络到 GMCC， 请致电6509961982。好 ，James， 我们这节的访谈结束，非常感谢你 ，Stay safe and healthy， 谢谢你再度来到娱乐漫谈。好的，好，观众朋友，我们下面还有一段访谈是访问赵世文，不要走开，马上回来。